Young lady, young lady, young lady. 哎呀，我的妈呀！见面了，又见面了。哎，好开心吗？下车了再玩好不好？那时候手机放着你这里。我们开始，好吧。嗯，乖。我不理你了。不让你玩游戏。爸爸先帮玩一会儿。我要你。我要。那你先回答我爸爸问题。那你今天在飞机上说你要住好房间，但是爸爸万一没有赢到好房间，你会不会怪爸爸？会。上次录完之后，我马上拍戏去。我媳妇说晚上，他们就问爸爸呢？我觉得这个我在家里边存在感又强了很多。变化还是有的，我们俩的关系比以前要近了很多，你觉得呢？是不是？假如说咱选一个不好的房间，和上一次洛伊他们那样怎么办？那不会有大山洞子的房子吧？那要是有怎么办？没有。条件不好怎么办？条件肯定好。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破壁了。比方比，他肯定也会好想你的吧？真的会吗？最想见到哪个朋友？最想看到谁？啊？诺伊，你为什么想看到诺伊？诺伊好看。诺伊好看？哎呦，哦，你好肤浅啊！可是萱萱追你非常好。我们现在来的是什么城市？西双吗？西双版纳。西双版。西双版纳吗？西双版。西双版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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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环境很美，我就担心什么？担心它这蚊虫。原来是苍蝇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一看就乐。太恶心了！太妖怪！我不行了。小心啊！后面有事。我们去呀、啊！快点！他们在玩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代表全家，我谢谢你。这是要命！别哭，别哭，男子汉。欢迎收看由专属营养专注成长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二次旅行来到了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西双版纳的蒙景莱。蒙景莱是一个古老的傣族村寨，这里靠近中缅边境，与缅甸隔江相望，有中缅第一寨的美称。古朴典雅的蒙景莱风情如画，热情似火的傣族人民更是让人招架不住啊。嘿，那些人干嘛呢？好奇心啊，就欢迎咱们。
谢谢，哦，谢谢谢谢，哎呀，好舒服，好舒服，哈哈。开始滑，上面有小花吗？哎呀，化成小花了，嘿嘿。跟着姐姐走好不好？